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是五日节，马人讲是五月节，肉粽节，都爱食肉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粽，粽就是用叶啊、粽叶啊包糯米，啊个有啊做三角尖形，有诶上脆，有诶上沙诶，脆好些，啊个有沙好些了后就会当食。像咱讲有肉粽、鸡粽、粿粽，啊个有菜粽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读做白粽，就是包肉粽，这个白甲包诶无同，上主要白就是强调用手啊，另外在鹿港白粽也有吊刀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肉粽角，在彰化山西有一个海沙堡就叫做肉粽角，另外在海基亚用阿门陀铁基亚做的，要来防海化线，一直有海涌一直渗破开去，这个形真像肉粽，一般我们就叫做肉粽角。我们用一句话来记得把这两个词合作伙，譬如说疫情慢慢比较消透，若是要来宣传观光让世界都知道我们在过五日节，可以设计在海基亚肉粽角来白粽，不知道说敢会真有创意。今天小解这一日粽提供给大家参考。